今天11月20，天气阴天。今天比较晚，已经到了下午。那因为昨天到天龙国玩完以后，在家里过了夜以后，早上才离开。到了中午以后呢？差不多在中午以后呢，才把世间的俗事呢给处理完，所以现在才有空，来拍摄一下。那因为明天呢，又要回彰化去整理果园，所以今天就巡视一下喂喂鸡，然后就要打理一下。明天要去彰化整理果园的一些器具，跟工具。OK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出发喽。要出门，当然，接连几天都没下雨，所以还是一样泡澡。我们现在呢，刚刚把所有的草莓都泡完澡，又把它请回去了。等一下呢，再继续把这几棵植物呢，这咖啡树呢，稍微也再泡一下。这个是最近才种植的，这个是金针，那我不晓得能不能长好，就不晓得，应该是还好吧。OK，那前面的是我们。这次疫苗到现在为止也还没长好，也就是芹菜，所以芹菜理论上应该是非常昂贵才对，因为其实真的是不好种。我到现在唯一成功的疫苗就这几盆而已，所以是有点困难度才对。OK，我们等一下呢，再继续往下拍摄喽。这是我矮化的木瓜。那这是第二梯的矮化，也就是经过第一次矮化以后，第二次进行的矮化，我发觉，技术的成熟性应该是好很多，因为你可以发觉它这边长得，真的是不错，虽然它长了很多这种小芽，那我还是决定把它拿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需要它们，因为母猪并没有死掉，所以我现在。就是让这个母猪呢继续长大，因为你可以发觉它已经开始结果了。那这棵的矮化是我觉得还蛮满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底下呢是有被我受伤以后转折的，用扭转的方式，所以这个木瓜的矮化我觉得应该是最成功的。那因为它也没有用支架。这是算是很不错的一个矮化，所以我想我应该木瓜矮化这个工作呢，我应该是已经出师了。OK，我们再继续看其他的喽。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一下我们前几天移植的这些菜，看到底长得怎么样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看一下韭菜，你就发觉这个韭菜分株以后。整个种植上面来讲，非常非常的成功，几乎呢都已经开始发芽茁壮了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所谓大叶芥兰的部分，可能几乎是乾挂。那我不晓得是虫害呢，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总之呢，它是几乎无一幸存。那这个所谓菠菜的部分，大叶芥兰是没有机会的。大叶这个菠菜的部分呢，长得还算不错。那这倒是挺让人欣慰的，但真的是还要再加强，并不是所有的植物我的种植都会成功。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
包型莴苣，OK，这个包型莴苣呢，存活率还算高，长得还算不错，最早不像芥菜一样全部给挂了，OK，这是我们这次种的新的叶菜类的植物，还不错，应该是定植3种，存活2种，成功率呢，应该是67%，还算不错吧。OK，那今天我们整个摄影就先拍摄到这里，因为天气呢有点好像快下雨的样子，那我也开始来进行一些蔬菜的采收再说咯。